我比佳佳，我是伟佳。今天的节目开场是不是有点骚？我也觉得有点骚。那不过以后也会尽量都这么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这是对，不同的衣服、不同品牌的衣服啦，还有鞋子啦，它的一种诚意啦，也是给大家的一种诚意。以后呢，我会尽量的把这一些上身图啦，还有上身的效果啊，通过视频的形式，通过图片的形式，更好的展现出来哈，不要再那么敷衍的在那个绿草坪上面踩了。当然有时候确实没有办法，也只能这么做，不过以后会做得更加细心一点。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衣服，前面你也看得到啦，很多人在问我说，这是什么衣服啊，这是什么品牌的？其实这些都是优衣库的 U 系列。那我觉得其实对大学生来说呢，很多学生啦哈，在自己的一个资金条件不是非常的成熟的情况下呢，买优衣库来进行搭配呢是非常好的。因为一来它的性价比很高，第二它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锻炼到你们一些穿搭的能力啊，可以把优衣库穿得好看的话，我相信在其他的一些衣服的搭配，其他的一些潮牌的搭配上面，你肯定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。那么今天来给大家介绍几款优衣库的 U 系列的衣服。那要在介绍之前呢，我先要说这一件其实不是 U 系列的，刚才这一件帽衫，大家可以在我的上身图当中看到的帽衫呢，这一件呢是上一年的一款简单的橙色的帽衫，很简约啊，只不过我买了一个 XL 就加大码，所以上身呢会有一种 oversize， 以免大家误会到处去找。先给大家说清楚，这是一件很简单到处可以找到的一个帽衫，你也可以在优衣库的官网看看有没有类似的一些啊，纯色的肯定会有的。那么另外这三款呢就是 U 系列。什么是 U 系列呢？其实 U 系列也是这一两年才开始有的，在之前呢做的是优衣库和 Le Mer 的一个联名款。因为 Le Mer 其实它是在前任的爱马仕的女装成衣的设计师，那之前跟优衣库出了两个季度的一个合作之后呢，非常好的一个销量，所以呢他就进驻到了优衣库的巴黎研发中心，担任了这个 U 系列的艺术总监。那我觉得 U 系列真的非常出色。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有几款衣服给大家推荐一下的。首先是这一款啊，这是一件毛茸茸的衣服，我最喜欢这一件。我是收到了提醒说这一件衣服明天就要发售了，然后我马上赶到我附近的优衣库去找这件衣服。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你可以在网上面看一下。这一件是一件摇粒绒的开衫，这样看的话很大。我买了一件 L 码。其实为什么会买这种衣服呢？有几个原因。第一原因是我觉得这一种形式的开衫，这种材质的开衫会给人一种像皮草的错觉。因为皮草是不建议大家买的，因为这是伤害动物的事情，是吧？那我们可以用这种摇粒绒的开衫啊，来营造一种这么蓬蓬的感觉，这么嘻哈这么霸气的一个穿着搭配的一个单品。除此之外呢，你看到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简约、非常实用的一个设计，这也跟Le Mer 它跟优衣库的理念的一个非常好的融合。因为 Le Mer 它的设计理念就是极简美学，那优衣库就是多实用性啦，然后它的功能性啦等等。这个摇粒绒的开衫呢，其实它湿了水之后呢，也会很好干、很好洗，所以只要不是很大雨的天气呢，都可以穿上身。我觉得在冬天来说，给到你一种很好的包裹感、温暖感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介绍的是这一件，这一件是一件很普通的羊毛的针织衫，但是我买了一个加大码，所以穿上身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很像一种 oversize 的卫衣的感觉。然后这个颜色很好看，是藏青色，除了说很温暖、很舒服之外呢，就给你一种妈妈的感觉哈。你可以在上面呢放一些不同的配饰啦。那有的时候呢，有朋友会觉得说，在那个官网上面的模特图啊，你看一下我们刚才几款衣服的模特图是这样子的，会觉得不太适合自己啊，这一个感觉好像不是我喜欢的。那我提醒各位，千万不要根据官方的模特图来去选购衣服，因为模特的身材你不一定有。第二，
模特的穿着的风格你不一定喜欢。第三，按照模特的这个穿着效果去走的话呢，其实也不是官方想给你的一个最终的指导了，它只是一个建议的指导，告诉大家版型是这样子的，颜色是这样子的啊，最好这样穿，穿上的感觉是这样子的。那你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个见解，知道了这个衣服怎么样，这个裤子怎么样，挑选适合你的码数或者说 oversize 来搭配出你喜欢的风格。最后的这一件单品呢，就是一条很简单的洗水宽腿然后收脚的一个牛仔裤。可以看到我之前的上身呢很有嘻哈复古的感觉，在上身搭配一个好看的一个帽衫，一个 oversize 的卫衣的话呢，其实整一个复古街头的感觉就出来了哈。它的洗水很平平无奇，但是我就喜欢这种简单然后很有安全感的感觉。那有的人会觉得说这种风格就是性冷淡风，说老实话不太理解性冷淡风是怎么样，但我就觉得这穿上去好看就行了，是吧？其实如果优衣库的这么简单的设计的衣服你都穿得好看的话呢，你的搭配的功力一定是在那里的。那么 subsui 在广东话就是形容很简单很 easy 啊，非常容易搞定的意思。那另外呢还有 subsui 也有两个意思， subsui 除了说很简单的意思之外呢，它也有时候会形容一个东西非常的琐碎啊，非常的零散，非常的不整体的意思啊。所以如果以后你的朋友觉得哎你的搭配功力不错啊，可不可以给我搭配一下我的造型啊，你平时搭优衣库的搭这么好看，那你可以告诉他sub sub水啊。节目的最后给大家上身来看看这几套的衣服，那如果喜欢我节目的话记得关注我的账号，同时给我一条龙。Yeah.